老板，你都这么有钱了，非要跟我住一间房吗？我这不是没拿身份证吗？撮合一晚呗。走，快走，3008在哪儿？哎，老板，就旁边这个。来过呀？没有，你说啥呢？这不3006，他对面肯定是3008。老板，你找啥呢？拖鞋呀，穿一天高跟鞋累死了。啊，在他家那个床头柜里面有一次性的。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来过啊？没有，老板，那每个酒店不都这样吗？不是。啊，对了，老板，他家吹风机和那个洗漱用品在这儿放着，这吹风机有点烫，你用的时候小心一点啊。不是，小东，你还说没来过你啊？那个酒店宣传手册上写的。酒店宣传手册上写的、哦、那你也不干。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小东， WiFi 密码多少呀？酒店名后面加4个8，老板。还说没来过是吧？啊，我不是，哎，老板，那个房卡上写的，房卡上写的。小东，我先洗个澡啊，一会儿咱出去吃饭。哎，等会儿，老板。他家的水太烫了，你肯定洗不了，我们直接吃饭去吧。啊，走吧。你等会儿来。干啥？你不是没来过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家水烫？上次我一个朋友来过了，他不小心烫着了，他跟我说的。上次是吧？一个朋友是吧？啊，啊嗯，你给我来，往这边开，是不是就不烫了？哎，老板，还真不烫了啊！你怎么知道？对，一个棉花来。老板，这是张总的工程款。工程款？嗯。不是，我要一年都没要回来，你怎么要回来？就是啊。抬头来，抬下来头。哎呦，怎么了，米其林总了？被打了啊？怎么回事呢？那个张总说一个8-5万，然后我没想到我这里还能为公司争点光。哎呦，老板，那个王总的是不是也那个？我去去就回啊，你放心。给我回来！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这财务拿100万，走。不用，老板，我这脸过两天恢复就好了。今天他怎么打的你？我让他双倍还回来。走，马经理干什么呢？好，走。你给我带我去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烧烤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哎，可爱上车了。哎，我躲哪儿啊？你放。小东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是来接我的吗？那个是不是老板，你先下去行吗？我来接个人。接个人，男的女的呀？女的，就你也认识，你先下去吧，好吗？我一会儿再过来接你。我就要看看到底是谁敢坐我的车。哎呀，不是，老板，人都给我转100块钱了，让我来接他，你先下去呗。转100块钱，我给你转200。收一下。上、啊，妈呀，吓我一跳！悠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，我说我蹭一下车，你信吗？哎呀，你看，小东怎么回事？悠悠坐咱的车还叫蹭呀？快点的，回家我要给悠悠做好吃的。快走。到了，不是我谈个事儿，就迟到5分钟。什么态度？5分钟，5000块钱啊！不是迟到就迟到一次呗。罚1万。行，老板，怎么没迟到了？哎呀，罚款。这不是钱的事，你这个月都迟到8次了呀。哎呀，抱怨。你还抱怨？小东，我跟你说，你每次迟到我都不罚你。咱办公室的人已经有意见了，知道吗？谁敢有意见？谁敢有意见？都没有人敢有意见。不是，小东。有一个好方法。不是干什么动手动脚的，有事说。我可以让你天天迟到，然后呢办公室的人又说不出来什么。什么方法？做咱朋友呀。哎，来，老板干啥呢？老板干啥呢？不知道，这是啥意思？这什么呀？这啥东西啊？干啥的？我的鞋，我就嫁给谁。欺负人。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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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板，我的鞋了。什么鞋啊？没看见。没有。工作啊，工作。没有。真没看见。对，没看见。谁写到我的房产证，我就嫁。不是，哎，我的。不是，我的。不是，是我的。我的。走，你的。
哎妹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天天让我加班，天天让我加班，我都快让她给我烦死了。哎，你看又来了，哎呀，等等等，加班去。老板，你今天能不能不加班了？不加班，咱俩吃什么呀？拿什么养你呀？不是，老板，今天我妹来，我想带我妹去吃点好吃的。又想偷懒儿？你爸来了也不好使，还你妹？不是那个后面。走，后面啊。嗨，姐姐。嗨，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早告诉我。走，吃火锅去。不是，老板，不加班了。加班重要还吃火锅重要啊？快走走走，吃火锅。哎呀，出现在你家火本上呢。妹妹吃火锅去，咱们啊。哎呀，哎，老板，那个我请个假。这请假干嘛呀，东？啊，那个回家给我女朋友洗衣服。哼，不是老板，你听着，这都什么借口？还给你女朋友洗衣服？你女朋友没有胳膊还是没腿？还用不是洗啊？你有你管的？小东，我都说过了，洗衣服用洗衣机洗，干嘛用手洗？多累呀、啊！不是你昨天晚上又不是没去过我家，我家没有洗衣机啊！你这有意思？你没有洗衣机，你找老板干什么？你老板还能给你买个洗衣机啊？你这主意不错呀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给他买个洗衣机。不是老板，他不配，他是给他女朋友洗啊。我就是他女朋友，配不配？啊？有人去干活，别用手洗啊，用洗衣机洗。老板，行了，别送了，回去回去回去啊，别送了。不是老板，你能不能不走？磨磨唧唧的干嘛干嘛呀？老板，你走了，谁给我做饭吃啊？我不走，你吃什么喝什么呀？啊，喝西北风啊！再说了，我是去跟李总谈项目签合同去啊，我不去，撵我呀！走了。老板。那个你再给我转点钱，我没有钱。从前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，小河里面住着一只我从小养的鹅。哎，老板，那个我这个月加班费，那个你昨天答应给我的是吧？小东，你一天知道钱钱的，你就这样人去了你啊？对呀，我跟你说，你来公司这么多年，公司亏待过你吗？年轻人要敢于奋斗，要先苦后甜，你懂不懂？马经理说的对，小东，年轻人要有点别的爱好嘛。啊，其他爱好啊，其他爱好我也有啊，老板。不是你有什么爱好，我不知道呀。我的爱好就是你啊。你少着来，少来给我油嘴滑舌了。你老板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油嘴滑舌的，去吧。谢谢老板。咦，那老板，其实我也有爱好。啊，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